喜欢我的兄弟呢，把右下角的直播通知关注一下我，帮我打一下卡，点一下心哦。爱就像一个沙漏，从指缝慢慢流走，越想过得紧，越不放手，越无法挽留。什么才叫做拥有？是不是非要占有？曾经用真心付出所有，一秒已足够。有人去爱，就有人走。有多少人东西水长流，哪来天长何处地久，都不如你牵着我十指紧扣。有多少爱还看不透，有多少人能走到最后，永远多远何必追求，不是什么都有理由，也该什么才叫做拥有？是不是非要占有？曾经用真心付出所有，一秒已足够。有人去爱，就有人走。有多少人东西水长？牵着我十指紧扣，有多少爱还看不透，有多少人能走到最后，永远的人何必追求，不是什么都有理由，也该有时候。感谢我们家所有兄弟们，喜欢我的话吗？记得帮我打下卡，点下星星，关注一下25645哦，我在直播间等你们。有人去爱，就有人走。有多少人东西水长流，哪来天长何处地久，都不如你牵着我十指紧扣。有多少爱能走到最后，永远的人何必追求，不是什么都有理由，也该有时候。永远的人何必追求，就算不是再看不透，也许该是时候。喜欢我的一定要关注一下我哟。对了，我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2点到4点，晚上9点钟到12点钟哦。在座的所有兄弟们千万不要忘记喽。